就剩下这样，要不要我们洗？OK了，OK了，OK了，OK了。哎，刚才三爷怎么来的？硫酸。 还谁啊？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很久了。什么？ 你是不是你爸爸亲生的？你说什么？没有啦，我觉得很奇怪嘞哦。他的爸爸给他一个很难听的名字，叫做林倒霉。林倒霉，美丽的美，要讲几次哎？你们的名字好听没？来来，吃吃吃吃。来来来来，采麦加料，老好啊哈，来。 怎么这样久？阿欢，为什么你们穿鞋进来？还有啊，阿林没有踩我的红花。对，我要冲花水 ，OK， 帮我弄。你在这里就摸，还不去。 做噩梦，会不会有事？不要给播了，不要昼夜班了，你还在这里。哦。喂，老魏，走，一起吃宵夜。不要了，我要睡觉，睡不够，头发会掉。你们去，你们去，啊。
去买。号码已经给你了，你买还是不买啊？哎，老辉啊，老辉啊，你醒一下啦！惨了。哎，你是不是在玩我啊？哎，你不要玩我哎，老辉。什么代志？你叫我起来，叫我不要玩你。现在是你玩我嘞！哎呦，你讲一下那个号码已经给你，你买还是不买？哎，讲一下啦。哎呀，号码已经给你，你买还是不买？哎，认真一点呐！再讲一次啦。什么事？音调不对啊。音调不对是吗？嗯。哎。号码已经给你，你买还是不买？号码已经给你，你买还是不买？号码已经给你，你买还是不买？我现在可以睡了吗？难道是我在做梦吗？不可能啊！哎，开彩了，开彩了！如果这次我中的话，我都好死了啦！如果你中啊，你千万啊要做善事哈！哎，好啊，好啊！好，来来，今天我们拿钱去捐。08 08 20 28 38 33 38，额外号码是。他妈的！他妈什么？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点点啦，又不是你买，你打算怎样降爽啦？好啦好啦，不要吵啦，吃菜吧，今天的菜很新鲜呢。啊？哎，周末，你中奖啊？中几个字？三个、四个，还是五个？全部中啊！全部中到完！哇，这个号码你全部中到完！可是我没有买。你没有买？哎呦！昨天我在一本书上面看到这些号码。然后我听到一个声音跟我说这些号码会开，叫我要买，可是我以为是见鬼了，所以我没有买。那个明明是财神爷的声音。哎呦，你没有买，你要保佑，你保佑一个比较聪明的嘛。不过明明看到的字都能够开，你算几幸运下了。我买了可能就不会开了。刚才你讲看到一本书里面有号码，那本书在哪里啊？好像丢掉了。对不起，我倒过垃圾了。丢掉老哎！你还在这里做梦？还不去找？小倩，我真的很佩服你，这么脏你都还可以找得到。我更佩服你嘞，这样好的女朋友去哪里找？我更佩服你们两个啊，啊，她已经这样臭了，你们还可以跟她讲话讲这样久。哎，你还在那里做梦？
还不快去洗澡？我跟你讲哦，那个臭味你洗不掉的话哦，你今晚去睡厕所。真的翻了好几次了，什么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讲，是你害他的女朋友去垃圾桶那边找的。你跟他解释啊。看来这是一本无字天书。什么是无字天书？你没有看过以前的书的咩？这种没有字的书哦，要做很多备份。还可以看到里面的秘密。原来，就算火不可以，也不用玩刀的吗？电影都是这样的吗？火跟水不行，就用血喽。你不用问了，哪来了？你呀、啊、你呀、啊，又讲有号码啊？我看呐、啊，你是在玩我们呐、啊。小莫，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看到什么？号码在里面。哪里有号码啊？你眼睛花是吗？没有没有，真的有号码在里面。我看啊，你是有神经病啊！莫名其妙，真的有号码？你该不会也以为我有神经病吧？不会啦，不过如果我相信你，我才有神经病。我很累，我要睡觉了。哎呀，Sorry 啊，我也看不到。号码已经给你了，你买还是不买？你有这种的，你是找不到我的。那我问你，你买还是不买？我评委，你是不会听话是吗？啊，号码也给别个了，你买不买啊？Number I give you already. You buy or don't buy. Number buat sudah bagi. You mau beli ke tak? 你不要一直这样看着人家，说你太色了。不是说你买还是不买？啊？要我问你这样多次没？我表伟，你买还是不买？拍戏拍戏，报纸一份。号码已经给你了，你买还是不买？号码已经给你了，你买还是不买？不管是阿婆、印度人，还是我自己，都跟我说：“号码已经给你，你买还是不买？”号码已经给你，你买还是不买？号码已经给你，你哇，太可怕了！到底是阿婆，还是印度人，还是你自己？你是不是破病啊？我睇你系撞车，破病，撞车。破病，撞车，破病，
撞车。破病。撞车啊。其实你这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五官有一官好，必走十年好运。你有三官长得不错。什么意思啊？会造成压力，带来幻觉。大指为君，末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君臣得配，宾主相宜。好像。我给你开个凝神药吧，吃了就没事了。哦，那我真的没事吗？没事了，没事了。你这个人啊，考状元中状元，走路都会捡到钱。怎么可能？啊，上上签，你根本就在走好运嘛。谁不想中多多啊？想中就去买啊。最近的多多买了没有？啊，所以你要买多多啊。如果最近有人告诉你什么号码，一定要买，肯定开。怎么睡在这里？号码已经给你了，你买还是不买？号码已经给你了，你买还是不买？他们两个，号码已经给你了，你买还是不买？已经给你了，你买还是不买？号码已经给你了，你买还是不买？还是不买？在倒霉吗？真的可以让我不再倒霉吗？让我发达吗？你卖萌瓜，你萌的嘎嘎，你自己到底想不想发达？号码已经给你，你买还是不买？买还是不买？是不买？买还是不买？你买还是不买？我买。你真的选择买？我买。你真的会买？我买。不管付出任何代价，你都会去买。不管付出任何代价，我都会买。是，这是你自己说的啊，我没人啊，真多人看到我没有逼你啊。我买。我买。我买。人来带看你就知道。强强黄黄来吃饭哈，来来嘿嘿。哎、欸，你不要走来走去啦！我告诉你，你是不会中的。你中的话，我帮你骂屁股，骂一个月。2148T 的多多博彩中奖号码，六个中奖号码分别是三位数四、零四、十四、十四、二十四。二十四中三个了，三十四，四十一，啊，额外号码是四十四，中了，这样看，这样看，你中了60万，我中60万，哇，我第一次中奖哎，恭喜你，恭喜你，今天还我，关帝爷，谢谢你保佑，谢谢你显灵啊，谢谢。Thank you. 哎呦，哎，慢甲讲，你阁无买哦？干那塞诶，这个什么来的？哎，对，我肚子痛哎，
想要大便呢。等一下，有没有闹？有没有闹啊？没有啊。什么？钱，钱的味道。来，跟他讲。小姐您好。Hello， 靓女。哎，我们是来领奖的嘞，这一期多多60万，是我们三个人中的。到那边排队领奖。啊，这样都能中啊？对呀、啊，加上你们总共有12个人中。12个人啊？什么意思啊？意思说，你这60万块钱，要和这里这一个人平分。就是说，一个人可以拿到5万块。5万块？哎，5万块也很多啊。走走走，去排队，等一下拿到钱，请你们吃好料的。啊。不要可怜他，还是要赞他，跟他晒没志气啊！你才跟他晒啊，你有志气没？等一下他拿到钱啊，你不要跟我们来啊！不可以，哎 ，brother 中奖，一起 happy 的吗？跟他晒。没有志气嘞，做人要有一点理想啊，很像这样。No no， 应该这样。你好无聊咯，你们才无聊啊，5万块怎么可能买这种车，买它私立 Sporting 啊都不够啊。既然你有这笔横财，你就拿一点点的钱出来做善事啊，这样才笑啊。你跟他晒耶，你才笑，你才跟他晒啊。豆芽，青菜，豆腐啊，罗汉斋，哎，都不要。富贵鲍鱼，发财一次，还有如来佛跳墙。哎，我是中5万嘞，不是60万嘞。哎，5万块嘞，我这里知道再会死啊！啊，你尿哎，多一个烟窝。喂，你很过分嘞，人家中5万啊，不是60万嘞。还有，烟窝是不是在的？啊，那多一碗。哇！哇，我的5万块！哇，哎，吃了那么多好料，还剩下这么多钱呢。哎，走，我带你去 IP。好像是他的钱。嗯。怎么都没有美女过来跟我们讲话、啊？听说啊，在这种地方了、啊，要开很贵的酒，才会有靓女过来的啊。还是没有，可能这支酒不贵，要不要再开贵点？喂。还是没有人来。我这是口风嘛，应该这两只酒不够贵。这样，要不要再开？还更贵的啊？开，赶紧开！
桌子已经很满了，还是没有人来呀？一定是不够贵。哎，我跟你讲，永雄再开了一次更贵了。啊？嘿，不要再开了。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不是酒的问题，是长相的问题啊？哎呦，他长这样。哦，还有刘海留在上面的。哎，跟他们两个比，你长得最帅。走走走走走。又又。五万块，只剩八千多。嗯，我可不可以慢慢花呢？你想不想痛痛快快把所有全部花光的钱全部弄回来？全部弄回来？说要把我的钱全部弄回来吗？八千块啊，不到两个小时啊，就输到光光。哎，兄弟，钱财身外物嘛，有些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可是现在好像是我的变成不是我的，不是你的变成是你的。我的五万块，你花的好像是你的一样。哎 ，Hello， 那五万块你没有分花吗？哎，我叫你去打麻将哎，我没有叫你输光哎。安娜安娜，算是我的错了啊。哎，你上次讲那个号码是哪里来的？就跳楼的那本书喽。可是你没有不相信。哎，不如再来多一次啦。喂喂喂喂，死人的东西啊，不要再玩了啊。我老哎，上次中奖燕窝你没有吃啊哈？好，再来一次。准备好了吗 ？OK。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没有。什么？真的没有？都跟你们讲了吗？不要惹这些东西，你们就不要听我的话的嘞。哎，来看一下啦。有啊，等一下，我拿笔，什么字？你啊，去死，很无聊咯。没有，上面真的写你去死。你是不是还在气我花光你的钱？没有，我们是 brother 嘞，怎么可以叫我们去死呢？不是，你明明看到号码，你讲看不到，你不要跟我们分钱，你不是讲了，不用叫我们去死的。不是，真的没有号码。Hello， 老辉啊，是啊，啊，开工，一下，马上过来哈。哎，有开工啊，要过去吗？去，有人假讲看不到号码，还叫我们去死，我们不去开工，难道真的去死啊？
你们听我讲。走啦走啦，我去换衣啊。我唔知怎样讲你嘞。阿塞，我在西北好了，江东的好朋友叫我们去死了。哎呀，你不要怪阿林，一个人啊，从很有钱哦，变成没有钱，是让你看的啦，哈、哦，他这么去死嘞，要死他自己死先啊！去去去，在这边啊，不要乱讲话。哇！金啊，哪哪哪？这叫做命啊，死了啊，够珠宝陪他。我倒不是讲啊，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啊、哦，不一定的嘞。喂，死了的东西哦，不可以拿。这样做就对了吗？有些钱是不用跟 brother 分享的。什么讲友情义气，放屁啊！什么年代了，都讲义气，对不对？号码已经给你了，你买还是不买？啊？头就不买，花就熊熊买。全部都是好料嘞，不拿白不拿。哇，哎，安迪拍谁哦？有些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现在不是你的就是我的喽。那个那个，哎，不要拿死人的东西，很衰的嘞。哎，你看，叫我放回去，老天爷啊，都反对呀。喂，不要再拿了，喂。不可以拿死人的东西，很邪恶的嘞，你知道吗 ？OK， 我们宝贝啊，圣杯的话我们就拿。OK， 你讲的啊，圣杯才拿。没有圣杯，不可以拿，不要拿。三盆两色。你来，你讲。啊，没有圣杯，不要拿，不可以，没有圣杯不可以拿。五盆三色。你，哎呦。三次都没有圣杯，不可以拿。主人，不可以这样迷信啊！哎，我们是做什么的？你还这样怕？你，哎呦，不要拿啦！很简单，好不好？不拿，没有拿啊！不拿喂，漂亮！哎，不要！哎呀，哎呀！对不起，现在为您播报第2149期的多多博彩中奖号码，六个中奖号码分别是150万，松松高主任哦！啊，
还不够，还要。你还要？又来？我老爷给你种这么多朵朵，你拿来做窝白包？帮你花完了。啊啊！我知道你要发我脾气啊，你不要乱来啊！我发脾气你才知道。哎呦，哎呦，哎呦，很痛咯，很痛咯。严导哎，你每天爱丢多多，神鬼都会累啊！不要说我啊。啊，介绍一个 agent 给你，他最厉害就是洗黑钱。他会帮你钱生钱，是不？林先生，林先生，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发财投资公司的金牌投资经纪，这是我的名片。我们现在公司有很多投资计划，让你参与，让你钱生钱。我们进去里面再谈好吗？来来来，中东有很多大老板在等着你。喂，你到底会不会被投资啊？那个 agent 有没有乱教你啊？这种钱生钱的道理，我们怎么会懂？小心点啦，睇路啊！四五，喂喂 ，money money， 是不是这种钱生钱的道理，你怎么会懂啊？为钱啊 ，money money， 阿香啊。你少一支牌吃炸糊嘞！炸糊啊！哎，赔钱啊！赔钱啊！苏丽，帮我一个忙啊！要挑哪一个啊？当然是买大的啦，可以在车里面就把这个弄了。OK， 这一辆，这一辆，哇，这一辆也要，还有黑色那一辆，这一辆更棒，全部都要。林啊，真的很奇怪嘞，这女士就用足嘴啊，啊啊！喂喂喂喂！不要每次我跟你借钱你就跑掉，我是要帮你借出去的。怎么？没有了，我想提醒你，你发了财有没有拿一点钱出来做善事啊？哦，你是没有别的事可以讲吗？做善事，做善事，做善事需要讲缘分的嘛，不是说做就做得成的啊。做善事，随时都可以做的。你看，这安哥安弟，哇，可怜呢！你是过安尼兴啊，该买两张，可怜就个笑嘞，啊，一个笑嘞，运气够用就好了。为了中彩票做的善事，怎么会是善事呢？而且啊，听说啊，这些坐轮椅出来卖东西的人啊，通常都是骗人的。你啊，不跟你讲。喂，阿林 ，Hello， Mr. Lim。林先生，你看了这么多间，你比较喜欢哪一间呢？那第一间高级又斜地，吴中宪是你的邻居。第二间呢，靠近市区，有很妙的 security。这一间风水好，做生意恐分赚饱饱。哎，哎，要买哪一间啊？第一间啦，人家喜欢康康嘛。康康有什么好啊？他长那个样子，还有人要嫁给他，而且这是吴中宪买的，又不是康康。哎呀，刚刚会来做客吗？跟吴宗宪那么熟。哎，我不是问你啊。喂，喂，到底我要买哪一间啊？哎呦，吴宗宪最近那么衰，当然是买风水好赚宝宝那间嘛，对不对？哦，就买这一间。谢谢。不要这间。这间好了，嗯。讲物件拢卖甲了咯，我身体极歹，啊？你不觉得这个很赔我的咩？嘿，我都跟你讲了，你不相信我，这东西不能放身边，很邪门的。我老，哎，我们是做哪一行的哈？你还这样板凳？板凳？我跟你讲啊，我一个朋友啊，
就在地上捡到一个一排啊，结果遇到女鬼，对不对？给那个女鬼强奸几十轮，肯定死掉，对不对？蛮难恭维的，你还难恭维啊？我老哎，这个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鬼给你遇到？我老安弟，我给你吓死啊！要买地书吗？不要不要不要，走了走了，地书我家里大把。我跟你们跟你们。谢谢，谢谢。你肚子饿吗？啊，来来，一起吃喽！来过来过来，来来。谢谢你。这边坐这边坐，我们叫了很多菜，嘿，吃不完，帮忙吃哈。来来，嘿嘿。来，这个筷子给你。阿弟，吃沙爹来。你的玉牌好靓喎，我以前都有一个的。安迪，你不要乱乱先啦！我呢个啊系清朝古玉嚟噶，如果你有啊，你依家唔使喺度卖啲书啊！我系讲真噶，我真系有一只一模一样的，不过俾啲衰人抢咗我的。当今人啊，真无良心啊！嗬，连老人都咪夹乜钱啊？冇变啊，人老咗系咁噶啦，都系呢两个衰人，佢夹硬要抢我个玉牌。其实我系死都唔想佢抢咗我个玉牌噶。你知唔知？佢啊，抢唔到，佢仲夹硬系咁样咬断我嘅手骨。哎呀，我的手骨好痛啊，我仲系好痛噶。啊，阿弟啊，你系咪confirm系两个衰人，唔系三个啊？原话啦，你哋系。你冇闯你嘅嘢啊！你唔使再形容啦，因为咬断我手骨嗰人就系你。你啊！Yeah.
是你了，叫你不要拿死人的东西，也不要听我的话。安迪，安迪，我以后不敢让你过来找我。索尼啊，索尼！安迪，安迪，你不要再来找我了。哎，怎么？索尼啊，笑死人了。怎么坐在这里？你们怎么？我们在等你回来啦，这么张扯。为什么这边湿湿的？哦，他刚才你问这样做做什么？啊，你没有闻到那边这样臭，还不快去拿抹来抹？我去冲凉了。一不做。这里阿妈啊，这里是有钱人的地方嘞。那个安迪看起来落阔落阔这样，哪里有可能葬在这里？你拿人家东西去卖的时候，就不会觉得人家落阔落阔咩？啊？诚信点，安娜安娜，哎，你从家里讲到这里哦，十几次了，你不嫌的啊？我问过师傅了。通常这种 case 把一拍还给死者，拜一拜就没有事了。怎么？师傅都写下来了，你看你看。哎，一拍真的跟我很配嘞。Scully 还了，那个安迪又来，不是很 lucky？ 哎呀，走走走走走。啊，这边这边。你们来找谁？我们是来找以前葬在世贸业刚刚搬进来的周女士的灵位。她就是我大姐，你们也来拜她？我们是来道歉的。道别。哎呀，其实啊，我们是你大姐生前的好朋友啊。我给你多一个机会，再讲一次。我们真的是他的好朋友吗？你们这两个臭男人，你们知道我大姐是谁吗？谁？她就是鼎鼎大名的蝴蝶夫人。蝴蝶夫人？没听过吗？有听过。我们其实想啊，哎呀，不要乱讲话了你。其实我们有得罪过你大姐。你们得罪过我大姐？我们是拿他一些东西而已，不小心的，不小心的。你们可以不要再说谎吗？这次没有说谎，没有说谎。偷过我大姐东西的人，就算不死也手断脚断。快点快点，跟蝴蝶夫人讲说你。说你，说你，我不敢了，说你。我们怎么知道他已经原谅我们了啊？我不会咯，我带来。来来来，快点快点。别走了。诚信一点，诚信一点，快点快点。我叫你诚信一点吗？快点诚信一点。哎呦。OK。Sorry 啊 ，Sorry。快走！快走！快走！喂喂！
卖鸡了，卖鸡了，下面走。钱呢？以前有交过一个了。那为什么没有在一起啦？他的家人反对。他的家人？谁呀？爸爸吗？不是。妈妈？也不是。那是谁呀？是他老公。哟，讨厌，什么比较？哎，可以过马路了。为什么要叫我过马路？我没有叫你过马路啊！我不是说你啊！阿玲啊，你小心点啊，吓死我啦！你先回去好了，我再找你。什么？阿玲？淑玲，淑玲，你在哪里啊？出来！不要躲了，出来！给我出来！你在哪里啊？淑玲。很爽哦！啊，你大只的路你不弄都袂死啊！爽你个死人头啊！明明是你叫我过马路的、啊。喂，先听电话啦。我等一下来跟你算账。Hello， David 啊，哦、oh? ，有人要买我的风水屋，比市价高出30%，卖啊卖啊，当然卖啊。越贵越好嘛，还要问啊 ？OK， 拜。刚刚讲到哪里？你看，我叫你买的那个风水屋又涨价了喽。我都跟你讲了嘛，风水好赚宝的，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害我被车撞？你难道忘记发达的代价吗？嗯？不管付出任何代价，你都不会去买。不管付出任何代价，我都会买。那你要我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做我的替身，当天书的新书灵。当天书的新书灵，那要怎样才能做你的替身？当天书的新书灵。不要死！不要死！我不要死！不要死！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Sorry， 你没有选择。我不要死！代价？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你不代替我做新的福利狗，我怎么去投胎呢？那关我什么事啊？谁叫你好小心，偏偏要在我跳楼的地方留下吃死灵魂，还要把天书打包回家？你就是那天跳楼的男人。Bingo， 你的奖品就是当我的替身。现在就要死吗？Oh no！早上只是五里和生，你虽然很帅，可是你可以活到60岁。But then， 因为我让你越来越多钱，你又越来越贪心，所以你就越来越多。现在 ，one month 剩下一个月，一个月。哦、oh, ，没有办法，这是天书的规则。谁因为天书得到越多好处，命就越短。Hello，David。什么？房子卖出去了，帮我赚了20万，谢谢，谢谢你帮我越赚越多钱。
我真的只剩一个月的时间吗？排泄，你刚刚又赚了一笔，所以你只剩下三个礼拜的命。三个礼拜 ？Hello， David， 什么？股票又赚了30万？严导诶，有什么心愿赶快去聊，不但你死了目睭未看。Take care， ciao， I wait for you downstairs。开门！开门！开！开！喂喂喂！你们也遇到啊？现在怎么办？怎么办啊？他应该可以停下了。这样可以吗？啊？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啊？是了，真的没有事吗？啊？出来了，在里面做梦。龙师弟啊，害到我们这样惨，哼！看什么啊？不认识我啊？啊？东西还跪来替我谈，我替个无大。
你不要怪我，要怪怪那个超阿林嘛啊！不知道叫我们去死，我是不会生气的 ，OK？ 我不生气，我都不会拿这个死人东西啊！你要怪都怪那个王八蛋啊！我们这边没有办法住下去了，怎么办？打给那个王八蛋啊，他有点工作了，我们全部搬进去，是他的，住他的一平半点还说。爽了咯，法国也去了，巴黎铁塔也看了，可以瞑目了咯，嗯、啊。如果我说我死不瞑目，是不是可以晚一点死？我还有好多地方没去过。那你有去过月亮吗？你要不要我带你上去看嫦娥啊？不用不用不用，看到时候嫦娥也是。你说什么？哎，没有没有。啊，电话来。小辉，阿辉，小倩，你们干嘛像鬼这样？这里有鬼，很多鬼。是蝴蝶夫人啊，把门锁在这里，不让我们走，都是她，那死人的东西。什么蝴蝶夫人啊？是一个女鬼，她每天晚上都会来摸我，有时候摸我这里。有时候摸我这里，有时候摸我这里，很恐怖的，很恐怖的。他搞完我们之后，我们身上都会有蝴蝶的记号。你看，你看，你看，我的手也有，那你看我的头也有。还有，还有，我是……哎，讲得够了，不用给大家看了。我看要请高人。哇！你觉得他们很厉害？不要看我，我更不可能摸你。咪行咪行咪行，咪行咪行咪行。喂，他们在做什么？天真了，以为请几个小丑来表演魔术就可以对付得了我吗？我
我是蝴蝶夫人，有冤报冤，有仇报仇，蝴蝶出手没人能挡。明明是你们先偷了我的东西，还咬断我的手骨，现在还要找人来对付我。天理在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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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们已经去那里面讲说理了嘞。错，你们给我听好，在我们蝴蝶帮里，如果有人偷东西，要砍双手，我敖顿兄弟的手，要砍双手双脚。可是我们又不是你的蝴蝶帮的兄弟啊，嗯，不是兄弟就是敌人。OK，Sorry，Sorry，Sorry， 蝴蝶夫人，我们知道错了。可是你跟他讲话，为什么你打我呢？明明是他偷东西吗？你没听说过大龙是怎么讨债的吗？你是他的好朋友，他偷我的东西，你有努力阻止他吗？他偷东西卖的钱，请你吃饭，你没有吃吗？我不可以打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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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不可以打你吗？蝴蝶夫人，我只是想要有福同享啊！哎，点点啦，不行，我的脸不够壮啊！蝴蝶夫人，我们都知道错了啊，那你要怎么样才肯原谅我们啊？把偷来的东西全部还给我！啊！我现在只剩下这个玉牌罢了，其他的我卖完了。那你们只有死。那卖光我不办账。By right， 如果在你死期到之前，把我帮你赚到的钱全部都散掉的话，你应该是可以不用死啊。But huh? By left， 就要看你 lucky 不 lucky 咯。Good luck to you 啊，严导诶。安哥，这个 bag 是你的哦。里面有很多钱呢。是吗？才不可露言呢，安哥，这样子好危险，很容易被人家打抢的嘛。你要小心点啦、啊，我再给你，你不要再掉咯。小心点啦、啊，小心点啦、啊。拍戏啊！干嘛？一定有警察！快走，快走，快走！一定是电视台那些无聊的 Kitty Camera 在偷拍啦！我跟你讲，不要看，不要看，被拍得很像衰的。
谁跟我说人都是贪心，丢那么多张也没有人捡半张。请问你要捐款吗？十多厘金，十多厘滚，安尼款呀，会使无？够啦，使个了，哎。生父讲 OK 都 OK 了，我老哦。希望做了这场法事就会没事。这里有二十几万呢，等一下通通要烧掉，大家一定没事的。大姐，对不起对不起，我吴倩莲是个小孩子。我没有读书，从小就从乡下来做工，我不懂事，求你有怪莫怪，以后不要再来摸我屁股了。蝴蝶夫人，蝴蝶夫人，我梁家辉姐姐从来没做派代志，这摆吼无主持阿发哦，头家的珠宝哦是我的杀啦，请你原谅原谅。蝴蝶夫人，蝴蝶夫人，今天我周润发带了十个罗丽金。还有十个罗丽银来给你赔罪，希望你会原谅我们啊！还有啊，希望你会保佑我，终于是多多够了够了嘞！阿登，改次我不会来改造你了，啊！来，这个这个，小的，这时阵你讲蠢话啊！啊，我老诶，好不容易哦，阿林肯出钱来做法事嘞，顺便求啦，我老，随便啦，平安就好了。这里诶，有二十几万呢。大家一定不会有事的啦。哎，师傅，可以开始烧了啊！好的。啊，保佑保佑啊！哎，烧不着嘞，死者不要收拾嘛！啊！蝴蝶夫人，蝴蝶夫人，对唔住对唔住哦，头先阿华啊乱讲话哦，得罪着你哦，请你原谅，我等尊重小十多的金。十六里滚河路，请你保庇保庇我们哈，保庇保庇。对不起。啊！我一得罪鬼，鬼有那么容易饶了你们吗？可是我们把钱还给你了吗？啊！贪心是要付出代价的。身体，你拿去用了啊！飞了飞了，随便用，
敢敢用，听跟我说的 ，OK 啊，拜拜。你这个没有良心的贱人！你很喜欢陪葬品，对不对？我全部给你，把他烧死。什么？蝴蝶夫人呢？蝴蝶夫人，你想见蝴蝶夫人啊？我叫她出来了哦。不要不要不要！赶快上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这里二十几万是用来烧的，不是用来摆好看的。嗯，快点，好了没有？师傅，可以开始烧了啊！师傅。这个麻烦你帮我顺便烧掉，谢谢谢谢。哎，师傅师傅，把这个玉牌也帮我烧掉啊 ！Thank you。那蝴蝶夫人，全部都还你，没有欠啊，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们。终于脱离鬼海了，恭喜我们重新做人，我也重新做回穷光蛋了，耶！加加加加加！哇，哎呦，小雨啊，吃吃吃！哎，鬼也走啊，哈，我头毛都出来了，你看，你们说做人啊，是不是很奇怪？以前没有钱，就一直想要发达，口袋空空，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很不开心。后来真的有钱了，却每天提心吊胆，开始怕死。现在，你看。我的户口空了，没有钱了，我们反而在这里喝酒庆祝，你说人生是不是莫名其妙啊？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我跟你讲，命跟钱比哦。当然是命重要啦！现在你空空了是吗？换你一条命回来，大大大大！所以老辉每天都在说，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来来来来来，那个筹款节目要开始了。什么筹款啊？是一个筹款节目。圈钱的人哦，有可能赢到80万的房子哎！我有捐一点，终于到了万众期待十三点抽奖环节了。没错，终于到我们出场了。看我有没有中奖？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叫 Jeremy， 郭喜欢人家叫我中文名。我叫做郭亮，饭锅的锅，鞋子擦得很亮的亮。而我呢，叫王菲，王菲的王，被人飞的飞啦。我手上。已经有得奖者的名单了，而他呢将会获得一间总价值
80万元的洋房哦。没错。哎，对，他到底捐了多少钱啊？他捐了很多钱。那是多少呢？他捐了100万。请问你要捐款吗？捐多少？随便呢，都可以，多多益善，尽一点心意就好了。哎，全部都给你。捐了100万，得到80万的洋房，真的是太有爱心了。你看，你看，啊，很无聊了，为了80万的洋房啊，捐100万。是谁呢？我马上介绍他出场。去现场，不会是我？他没有来现场，我们已经到他家楼下了。是的，我们是越来越靠近何江城的家了。喂，那不是我们家楼下喽？十楼，而且没电梯。没电梯？开玩笑了，赶快走 ，overrun 要报新闻啦！对哦，哎，我们去看看，来，走走。不会那么准吧？你不要告诉我，那个笨蛋啊，就是你啊！当然了，住在这里，100万捐还不够？哎，真的是我们这一层的。快到了，快到了！好紧张，好期待哦！希望得奖者是个帅哥。给你一个提示啊，他姓林，名字3个字。好了好了好了，就是你们邻居林先生赢奖啦！邻居杰先生，Yes. Hello. Hi, 俊安弟，你好啊。请问林俊杰先生在家吗？哦，我就是林俊杰小姐。啊？他不是个先生啊。女人不可以叫林俊杰吗？可以啊。取得真好，这名字啊。切，我还以为也是我们。要死啊！如果是阿林就惨了。哎，对哦，阿林没有钱，就是没有事啦。耶阿林啊，什么事啊？啊？没有吃了。而且啊，听说啊，这些坐轮椅出来卖东西的人啊，通常都是骗人的。你啊，不跟你讲。喂，阿林，我想一想。你说的话没有错，做善事是对的。对的，对的，来来来，买买买买。哎，林，小姐，给你买彩票。嗯，你要买多少张呢？买10张。哦，好的很。来，谢谢老板。谁因为听书得到越多的好处，谁的命就越短，这就是天书的规则。Hello， 利物浦，1粒1粒半啊。曼联，他对谁都把包赢，2粒2粒半啦、啊。我不准，你每次都输。你有没有想过，那是你的问题？好了好了，不要来烦我了。不、哦，这么重啊，一定大的。来来来，不要跑，我把你吊上来。哎哎。
东西啊？哎呦，有没有搞错啊？掉到一本书，我以为他赌球哎。这些是这个礼拜全世界每一场球赛的赢家，赶快去下注包赢。真的吗？包赢，包赢，阿林啊，竟然有买保险！没有想到啊，他的保险受益人竟然可以得到一千万呢！我更没有想到啊，他的保险的受益人竟然不是我！哎呀，是老灰吗？一样的啦，一样的。跟他赛耶！为什么每次这种好康都没有我的份？好啦好啦，不要去跟他赛，跟他赛！我有一千万，就是等于大家有一千万吗？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样花这一千万啊。我们都来到这里了，一定是买房子了。难道来这里吃火锅？ Welcome to our ECG Sales Gallery. Let me introduce you some of our ECG Land Property Collections. This is a semi-detached house located at District 16. Okay, I want to buy this house, but I don't like the coconut tree, can?Or maybe let me introduce you another house that we are also selling. Okay. This is a pair of semi-detached house located at District 19. Ayo, I also like this house, but still got coconut tree. Can do papaya tree can? Okay, good. 你们在做什么？没有钱，顺便可以减肥啊。每天拜拜了，都没有吃，很沙样哎。每天吃水果。医生远离我，你真的是这样穷呢？啊，我真的很穷啊！我现在看不到号码，就不会中多多啊，不会中多多，我就不会有钱啊！这白面包如果一餐只吃一片，我可以吃到下个礼拜啊！你们把这些花瓣泡制成的花水喝完，四个人喝，不是四个人喝一缸啊。而是一个人喝一缸，挂在身上咧就比逢凶化吉，到时咧就见神杀神，见魔杀魔。Better than less, deep better than shallow, tall better than short, bigger better than small. You get the idea. Buddhas from Tibet are always more powerful than from other countries. You know the movie, 7 years in Tibet. Brad Pitt is from Tibet.我买了很多嘞，你只是来这里看罢了。全部都很美啊，我不知道要买哪一个，我想把整间店都买下来，可以吗？所谓种善应得善果，要多做善事。我们的庙有一点旧哦，那么如果各位可以，肯定是功德无量啊。号码已经给你了，你买还是不买？号码已经给你们了，你们买还是不买？所以就是你们赶快去买，不可以买私人的，要排队的啊，这样才会开。